帮个忙吗？这是我的暑假作业，老师说啊，要学会一种魔术，然后拍下来。我现在要变哦，请你帮我拍下来哟。OK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你的 DV 还没有开机，所以要请你等我一下哦。哎，人怎么不见了？难道他已经变完了吗？可是我什么都还没有拍到啊，怎么办？哎，你不要变太久呢，因为我要赶回家蹲马桶了。哎呦，啊人呢？ 哇，那不成那个小子，他会飞天遁地的了。哎、啊，我叫他不要太久，不过他也太快了吧。哎、欸，阿弟是在给鬼变什么棒啦？变出来啦！啊，马桶我不蹲了啦，我直接给你耗下去了。那个小朋友他真的不见了耶，我想他大概只有学会怎么把自己变不见，还没有学会把自己变回来哟、哦。